我是应达，欢迎又回到我们的古早情怀。今天的主题是 gossip。小时候除了踢毽子，印象最深刻的打陀螺也是一个极具挑战的游戏。打100次可能才会成功1次，要学会打陀螺需要很有耐心和毅力，一个不留神啊，机会就跟人跑咯。从前都用木头制作，现在大部分都用塑料和铁制了。小朋友啊，除了电子游戏，一般像这样的传统游戏都看不上眼，该是时候想想办法延续这些珍贵的童年回忆了。今天非常的荣幸遇到这位陀螺玩家，话说他曾经参加过国家及国际的各种比赛和表演，而且能在额头、下巴、肩膀、手臂、肘部、手指和腹部等4肢打顶陀螺，太厉害了吧。就让我带你们一起去认识这位马六甲的陀螺王吧。Nama saya Rimi. Okey, dikenali di Malaysia dengan panggilan Pendekar Gasing. Saya memang menceburi dalam bidang gasing ni daripada kecil lagi. Minat sepenuhnya waktu ketika umur saya 14 tahun. Ketika tu ada permainan gasing dimainkan di gelanggang gasing. Arwah ayah saya mengajak saya untuk tengok orang main gasing dan dia ajak saya main gasing. Daripada situlah saya minat main gasing. Daripada situlah saya belajar buat gasing sekali.哇塞，这位陀螺达人果然还被称为陀螺战士，太强了吧。在父亲的引导及影响之下，他在14岁就开始热爱这古老玩具。他不仅仅积极热爱这玩意儿，他还向父亲请教怎么制作陀螺呢。听了关于陀螺达人的点点滴滴，现在啊，让我们来聆听陀螺的起源。Sejarah gasing ini daripada Kesultanan Melayu Melaka. Pedagang-pedagang Arab datang ke Melaka waktu habis perusahaan niaga, diorang ada masa lapang, diorang ada bermain buah kungkum. Tapi mereka menciptakan daripada sebiji kayu. Tapi diorang tak panggil gasing waktu itu. Diorang nampak kayu tu pusing. Diorang panggil kayu pusing. Pada situ mulanya tapaknya gasing di tanah Melayu hingga sekarang.原来陀螺的出现是受一个小小的果实启发而演变而来的，真佩服以前人的创意啊。你们知道吗？这位陀螺达人还告诉我说，马来西亚有114种陀螺。对，没错，114种陀螺。相信大家都没看过各类的陀螺，那话不多说，赶紧让老板带我们去看看他珍藏的陀螺们吧。Ini gasing yang saya ada, yang saya buat.Okey, saya tunjuk eh. Okey, ini adalah gasing, bentuk gasing berimbang. Bentuk dia ada macam buah berimbang kan. Ini pun gasing Melaka bentuk dia. Ni untuk yang ni saya dia kecil. Dimainkan untuk kanak-kanak. Ini adalah gasing jantung. Kan bentuk macam jantung pisang tak? Ada bentuk tak? You pernah tengok tak jantung pisang macam mana rupa? Macam ni. Ni adalah salah satu gasing Melaka.原来多数陀螺的名字都是以它的外观为名的，那你知道陀螺还有什么不同的玩法吗？yang ini ada specialist. Atas bawah boleh main. Ni orang panggil gasing talam dua muka. Atas pun boleh buat pusing, bawah pun boleh pusing. You pusing pun macam tu, you pusing macam ni macam tu juga.哇塞，这服了这特殊的陀螺类型，这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啊。话又说回来，你知道陀螺最经典的玩法是什么吗？是时候啊，让老板拿出他的绝活了。哇 ，Just a matter of jari you, I move in like a sini kat jari you。没想到他竟然把正在旋转的陀螺传在我的手指上，哎，这是我人生中忘不了的经验啊。诶，看起来蛮好玩的，马上就向陀螺达人请教玩陀螺。kita lilit di sini dulu. Di tapak tangan. Okay, cepat. 其实玩陀螺的步骤蛮简单的，用右手朝顺时针缠绕着，然后把绳子的尾端缠绕在陀螺上，注意缠绕时便拉紧绳子，这样才会稳定。接下来就看我发挥吧。看着老板把绳子卷一卷再甩出去，陀螺就开始转动了。这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绳子到我手上怎么就不一样了呢？果然我一个初学者怎么能和陀螺王比？好在我最后一次尝试的时候终于成功了。
老板都夸我是个优秀生呢。不过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陀螺转得久呢？陀螺本身的形状还会不会影响它的旋转速度？想了一想，还是决定到老板制作陀螺的地方去看看。老板说，一个简单的陀螺所需要的材料有斧头、砖头、钉子、沙子、凿子和木材。首先，先把木材削成陀螺的形状，接着在木头的中心钻一个洞，再来就是将钉子钉上，并在外边保留至少两 cm。之后使用机器将陀螺的底部打磨出来，最后在上色前记得使用沙子磨一磨，让陀螺平滑起来。一个完美的陀螺就即将诞生啦！看似简单，但制作一个陀螺所花费的时间真的很长，真的要好好珍惜这些能为我们带来欢乐陀螺，以及把它们制作出来的匠人们。这里有个额外的小贴士，不是每个陀螺都是用来玩的哦。有些陀螺会被当作是摆设欣赏，所以在制作上并不会太注重所选的木材以及旋转作用。小时候在我的甘崩其实也有看过很多的 gasing， 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接触到。今天来到这里体验之后，真的是觉得它看起来很容易，但是它也有它应该要有的技巧。尤其是现在的小朋友，其实他们更加没有机会到这样子的童年游戏。所以如果可以放下手机，放下电脑，我们一起来体验更有趣的童年游戏。这个不一样 ，OK， 这个是黏黏，这个就是说我们本地的丝咖啡，海南咖啡已经有掺糖下去炒了。老板，可比我搞一杯修台。只要身边有喝咖啡的人，或曾经在美食中心吃饭，肯定对这句子不陌生。如果我再提到早餐，现在的你是否会想着，要是再来一个嘎亚烤面包和半熟蛋会更好呢？这三套啊，就是大马人再熟悉不过的早餐黄金组合啦。这个南洋风味的早餐，据说是由早期跑洋船的海南移民所带来的。虽然这样听起来好像是完全属于华人的早餐形式，但它却是中西结合的代表之一。当初的他们将西式饮食南洋化，并将洋人的早餐形式转换成中式料理，才有了今天每个咖啡店都能点到的南洋早餐。点到为止，是时候把聚光灯移向我们今天的主角——南洋咖啡。身为马六甲老字号的一份子，创始于1969年的王和利咖啡厂并没受大时代的影响，而是选择恪守传统，继续以手工制作着令人唇齿留香的柴烧咖啡。今天我们来到了这家马六甲唯一的传统柴烧咖啡厂，这里咖啡香四溢，令人好想要亲自尝一口啊。听说这如此令人着迷的咖啡制作方式很不一样，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一进咖啡厂就看到好多木材呢，这些难道就是所谓柴烧咖啡里所提到的柴？我们这个香蕉木材就是拿来烧咖啡的，就是说所谓的传统咖啡咯。啊，没想到柴烧咖啡对木材的使用还挺环保的呢。接下来当然也少不了就是另外的大主角咖啡豆啦。每一家的厂家都不一样，通常我们都是会拿来 mix 小过后有我们独特的味道，这个就是我们厂家所有用到的咖啡豆 ，OK。第一种这个就是叫 Librica， 它就是在巴生的班定，还是说在酒后边的拉扬拉扬巴杜巴那边才有中翁制，它比较偏酸。第二来这个就是我们巴拉西的，这个所谓的 Arabica， 巴西的，这个形状是偏长，双尾它都是圆的。圆的啊，你看它这个本地式的咖啡比较大力，连它双尾边它都是尖的。偏苦。第三种，这类似就是叫 Robusta， 它就是从印尼来的。印尼啊 ，OK， 它这个咖啡豆它是比较圆形，偏小。
没想到小小一粒咖啡豆也蕴藏着那么多的学问。在介绍完两大主角之后，哪里能够少得了制作出香浓咖啡的幕后工程咖啡炉呢？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烤咖啡炉啊，从这一边这个材质在这边烧 ，OK。对对，这个是我们在人家 special 做出来的，因为现在的很多都是做量的，比如说机器啊、gas 炉啊，还是说那一种绿色的炉啊，因为他们要火要更加大，有可能说一小时能够做到5窝6窝出来吗？还是3窝4窝出来？因为我们这些平均是一小时2窝是一定的。对，就说慢慢的烘，那个咖啡豆跟其他东西都是一样，几时要大火，几时要小火。老板常常提到，每一杯咖啡都需要用心与爱才能将其制作好。那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这个爱的结晶吧。你手上拿的就是我们厂里面有炒的咖啡，已经炒好了。炒了是吧 ？OK， 这个类是纯正的咖啡，它什么都没有掺，就是我们去这个比较高凹落基的旅店啊、咖啡厅啊，就是纯正的咖啡。这个不一样 ，OK， 这个是黏，这个就是说我们本地的是咖啡，海南咖啡已经有掺糖下去炒了。要怎么样来分辨如果搅好粉呢？通常都是这么样，有掺糖的咖啡，你搅好粉过后，你忘记关，它大概是3-5分钟，它会粘在一起，好像漏风这样，对，黏。你买了纯正的咖啡，你忘记关的话，你放3天，它的样子还是这么样。人常说，品咖啡如同品人生，一杯好的咖啡就像打工人的加油站，咖啡因醒脑的效果可是人人都赞好，这样子的南洋咖啡可就更不得了了。添加了越多糖的 Gobi Oa 颜色就越黑，像咖啡店里来回多倒几次的，也是想要追求更骨溜的口感，喝起来丝溜丝溜的，很刷嘴。那到底柴烧咖啡和其他咖啡有什么不同呢？那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坐在我旁边的这两位呢，就是 Mr. Ong 还有他的儿子 Thomas。 那竟然这个家族事业已经来到了第3代，对不对？对。我们就来考一考 Thomas， 柴烧咖啡和一般那种机器做出来的咖啡有什么不一样吗？柴烧咖啡就可以属于传统的原味，炒出来的咖啡肯定是有一点橡胶素的味道，炭烤的味道，炭烤香。对，因为它烧的时候，它的那个苦味会更出来一些，对，更出来一些。因为柴烧的那个火跟 gas 的火又不一样啊，我们这个很难控制，可是控制我们，所以我们的咖啡豆的味道才会显示出来。像口感上面跟一般的咖啡有不同吗？有一点不同，因为我们咖啡制作的时候多数都是那种深烘，这也是我们其中一个卖点。不愧是咖啡世家3代啊，对于咖啡的知识还真是了如指掌呢。如今这个科技时代，各个年轻人都迫不及待地往外跑，那是什么让如此年轻的 Thomas 留下来呢？属于年轻一代的我们就很难接触到类似像柴烧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的想法都是想把这些东西带入现代，让更多人知道柴烧咖啡的传统文化。传统事业的延续不容易，新一代的坚持更加的可贵。品咖啡就如同品人生，每一个人对咖啡的要求也不同。如果你还是很怀念传统的咖啡香，不如可以试试看柴烧咖啡，你也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像你现在做的这个是他们拿的那个灯来的吗？传统灯啊，传统天灯，这天灯神庙啊住家都有的，装饰品也可以的，也是可以啦。俗称的打白铁，其实就是所谓传统的焊铁制器手艺。早前在马六甲的这条老街上，至少都有10家户的打铁生意。可惜的是，现在的新生代不认识，甚至也没有真的见过。老一辈的人啊，也只能缅怀他的过去。要真的想让孩子继承这个生意，看来是比登天还难喽。虽然
然如此，但在马六甲的打铁街有这么一个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锵锵锵的声音已成为他每日必不可少的动听旋律，总与街上大伙相辅相成。直至如今孤身一人，他依然不依不饶地坚持着自己的事业，即使早已预见未来这手艺将不复存在。今天就让我们好好的来采访这位打铁而生的师傅老杨，杨牙狗。那你是做了很多年呢？到老了。大概几年了？五六十年有了。哇，五六十年。哦，所以算你从小的时候，你爸爸就已经开始做这个铁。就是咯，应该会才会这样子做的。你就决定跟你爸爸一起学做啦。就是。一开始做的时候不会觉得好像很难，然后我要放弃啊，我不要做。当然了，不用做的啦，什么东西都一样。学习都很难，是吗？开工。反正你从很年轻就已经开始做这个铁了。嗯，对呀、啊。大概是从几岁？也是差不多十多二十多岁。都十八九岁。嗯、啊。那时候没有想要去做别份工作吗？因为一天到晚待在这街那边，又看山看就就自自而然的就做起来了，就这样子。嗯。从前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子承父业是极其自然的事。然而，在这百花齐放且竞争力极强的社会里，是否还会有孩子愿意继承上一代视为珍宝的事业呢？这样子孩子没有接手，会不会觉得哎呦，很像很可惜这样？没有，不可以这样想的，他们是喜欢呢、啊。啊、就是他们还是有他们的发展，不能勉强。可是这样子就慢慢的就不会看到了，就是咯，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啦，没有办法的。对对，时代的进步也是不同啦，是啦，时代进步了，是咯是咯，这个也算淘汰的行业了啊，好，淘汰的工作了。可是还是会有很多人欣赏啦，我觉得像一些，我觉得那些做吃的啊，他们好像都会用到这些东西，也是很多。一些用具啊，不是现在有大型的工厂做了吗？嗯，对对对，卖车是大型工厂做的，就比那个产量就比较多了啊，他们出产量比较厉害。随着时代的洪流，老行业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以效率著称的机械式生产取代。话虽如此，这些承载着几代人回忆的白铁依旧随处可见，首当其冲的就是神庙里的天灯。通常会用在哪里比较多？神庙啊，住家都有的。如果是像一般拿来摆在家里做装饰品也可以，也是可以啦。但是外国人会特别喜欢啊。外国人也是有买啊，好像很喜欢哦。他看来是很得意啊。这样子很像，会有很多人来找你做那种比较特别的形状啊，还是功能这样子的吗？看了、啊、我不敢说了，这个看顾客怎样来我们就哦，就是你有这样子啦，就是特别帮他做一个他想要的感觉、啊、只要我们可以做的啦，哦，就是他跟你形容他要的、只要我们可以做得出的啦。所以通常这个天灯的颜色啊，大家会喜欢除了这个颜色还有什么颜色？红色，有他们自己选啊，看他们要怎么红色、我们尽量看他们要怎么的口味啦。原来白铁也是能够依照客人的要求去进行设计的呢。如今年轻一辈兴起复古怀旧潮，是否白铁也因此而更受年轻人的喜爱呢？会有很多年轻人会喜欢吗？这种古早味的东西啊？不一定哦。通常都是老顾客多，对吗？不一定。哦，也是有很多新客。很多年轻啊，很多顾客都对了，家庭的也有，什么行业都有的，我们就没有分什么的了。塑料和不锈钢的出现以及普及化，致使白铁逐渐没落，手工白铁制作更是因此成为夕阳产业。锤、敲、打、剪、焊已是每个师傅刻在灵魂里的基本功，店内更是随处可见打铁用的工具和材料，例如铁片、锤子、铁剪子、锉刀、烙铁、焊铁用的化学剂等。话虽如此，但其实白铁每天都在不起眼的角落里默默地为我们服务呢。那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还有什么样的白铁制品吧。这个是每天我爸爸拿来装那个什么装水，你们要出门啊，在楼里的人就会用到了。安哥，这是什么来的？甜香放出去。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拿那个豆腐花的哈。
啊，对。啊，真的？对。还真是不说不知道啊，一经介绍才发现，原来白铁还真是无处不在。除了老杨的一双巧手之外，制造白铁制品还需要什么样的工具呢？安哥，这个机器是做什么的？哦，那个绞圆，绞它圆。绞圆呐？啊，绞圆筒，你要做圆筒，你就要用这个车来绞它圆。不然你手工要慢慢打嘛，很久的了，父亲手上的。哦，可是现在还是有在用啊。有。哦，还是可以用的。你做桶做什么都要用的哈。哦，像类似这样的桶啊。啊，圆筒啊。啊、哦。那固定的样板来的。我就讲说你要做门做货了。啊、哦。我们做货来卖的样板来的，不用自己再去扯寸量啊什么了，跟着他做了。哦，这个灯呢，灯的模型我们要做就要画，要画成一片片，然后接起来，这样整个接起来了。刚刚听安哥说，以前这条街上至少有十几家的打铁店，慢慢的很多长辈也老了，很多也没有再营业了，所以希望透过我们的古早情怀，让这些老行业被看见。